我操！怎么了？我不长眼呢。我上海道行吗？前面出口，我这么走。不是你开个老破奥迪，你给我装什么给这会儿啊 ？S7，多少钱？车死了！那还不给大哥让道？来，大哥来，来呀！我先开，我先开。你赶紧把车倒一点，快点的。我跟你说，大哥，这时间这么让了，车谁跪谁让道。我退，来退。先开，哥，哥，慢走，慢，慢来，慢来啊！祝哥一路顺风，来。你也算是诸多势力眼中最讲礼貌的了。你看那姑娘。好戏开场了。哎，不是我。Hello。Hello。就是不凉吗？挺凉的。今天沈阳降温，赶快垫上。女生不最怕着凉吗？谢谢啊，我就坐一会儿。没事，你要点多一个呢，我陪你坐一会儿吧。你是工作人员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谁凉我到哪儿。你在干什么？修图啊。修图啊。哥们啥意思？截胡呗。阿柱，别误会啊，我们这是明抢。哎，我这第一次搭讪碰到这种情况，咱应该是不是各同本事？哎，你那意思你挺牛逼呗，是不？不是很牛逼，是非常牛逼，懂吗？哎呀呀，那是碰到大神了呀！这，哎，有性格啊，是哪个啊，兄弟？你刚才是在里面打卡了对吧？嗯，是啊。好多学姐点了一杯咖啡，在里面打卡一整天。啊，对，你不在里边修图，你出来修多冷啊。啊，我看里边人太多了，就不太好意思给人腾地方了。天哪，那你还真是善良啊。嗯，我劝你也善良。我不善良，我能下来给你送垫子吗？都怕你着凉。不信。先修图吧，走了。对。哎哎，不是吃的，用来看的。还有，你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苹果，好不好？新哥，那苹果上写的啥呀？我的姓名跟电话呀。不加呢？你不加，他给我送电的，我不能遇见吗？我再想办法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尊贵的奥迪车主，我走了，你看看。大哥，哥，走，哥。美女，哎，干嘛呢？修图呢。你先别修了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我吧挺喜欢你，想和你认识一下，加微信呗。呀，我不认识。可能是我刚才语气让你有些不舒服，是吧？咱俩重新认识。你很装逼。啊，我这性格吧是挺招人烦，但是改不了，没办法，从小就这样。我说，我的刀呢？那这样吧，为了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，咱俩再加微信啊。你找我来，来来来，我给你点出来。大病了，怎么来来来来加一个，加谁也不加你，怎么意思呢？不啊，啥都行，这车交通地震呢，我认为我自己都够嘚儿，你俩比我还嘚儿呢，你爸人那门都没开，你怎么也不懂我呢？你原来啥鸡巴你还懂你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你因为咖啡喝凉了，我给你续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你的垫子。我看有人搭讪你。啊，现在无聊的人挺多的。你对李，你挺有上瘾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想看这苹果，想当年他成就了牛顿和牛顿，今天他就成就了感情。你挺幽默的呀。你琢磨干嘛呢？我现在没有了，工分。天哪，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但为什么听得我心里美滋滋？你美滋滋什么？哎，我好像美，美滋滋美。你是广东人？哎呀哎呀，那做人呢，最重要是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赚点钱。我挺喜欢看港剧的，就刚才那句，对不对？挺有印象。还有什么可以锻炼情感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杀！行行行，拜拜。
没事，我就没事。拜拜。哎，家里来什么小孩？哎呦，这种人，那神经病。整挺好，有点儿多，没点儿。杀！带给我，哥。撞了都不要紧，不羁。哎，嗯，行，我给你检查检查。你检查个嘚儿啊你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哎，炸！哎，就你这样，电梯你都不配坐。快点，快点！行。推推推，自己要去。那你项链呢？给我。我给你买一个。给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我给你设计的。明天你是否还惦记？咱俩不合适。曾经最爱哭的你。戴上就合适。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